主料：豆腐260克，豆浆163克，洋葱半个。辅料：白米饭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豆腐用手抓碎，加入豆渣搅拌均匀，紫皮圆葱切碎，加到碗里，加盐拌匀。为了增加粘度适量加点米饭，拌匀，团成大小适中的丸子形状。做锅倒了油，油温5到6成热时下丸子炸至，炸至表面焦黄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不宜炸过久，炸至表面金黄即可捞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